黑白车身简约设计，内建一颗电池，续航力30公里。油车换电动车除了补助2000元，环保署为了减少碳排，现在提出温室气体增量抵换计划，还能获得减碳凭证，再以至少1000元卖出。加码的力道就是1000块，所以。 其实消费者会觉得，哦，我就是多补助1000，因为我觉得消费者现在大概，你至少要3000以上，他才会说，哦，我知道这个凭证。替换计划一辆能减碳2.3公吨，并记录在减碳凭证上，民众可以到交易平台转卖给计划开发的大型科学园区，抵换温室气体排放，让业者同国环评。以今年为例，同国环评的竹科南科就必须折抵60万公吨温室气体，而竹科已提出申请计划，预计分2年购买10万辆减碳凭证，相当于1年5万。 那价格呢？就是我们一部机车呢，你就是旧型的机车呢。如果你是去替换这个电动机车啊，一部呢，我们是这个补助呢，提出来呢，我们可以补助这个1500元。全球减碳这个趋势是绝对免不了。现在民间企业也都积极在进行净零排。 碳的这种的相关的措施，电动化数未来趋势，但交易平台涉及汇款等复杂操作，相关规则及技术设施预计最快5-6月才会上线。《镜新闻》蒋勋、许家元采访报道。